该只是因为耶稣甲基督人谈谈耶稣的安全耶路撒冷的详细的，基督人都面到耶稣被作王的初耶路撒冷边，基督三面到上帝的国家被开启的初历史街巷，所以耶稣都讲了条比喻，本基督人很谈其讲话的，耶稣讲，有一只太立人。吉爱去安全的地方，去你太忙，人比个太忙，爱掉吉做忙。个个吉将专家地方坐家忙比，吉忙去的时节，吉都喊家十只佣人，个个拿十粒金窟搬家给十只佣人。个个讲，你掉啥拿去了金窟，各啥各啥，各爱做生意，多爱翻多赚来。个后你只太立人都去。但是人比甲俩太立人穷地方的人安闹鱼，所以甲穷地方的人不用甲派人去，你太忙甲对佮讲，爱调查每里只人做爱调查的忙，结果佮只太立人定调好做忙的，佮都转来，佮都喊甲叫子喊到来甲佮十只佣人，忙拜佮十拿金窟搬佮调查做生意的。人比佢爱啲，佢佣人各啥各啥要穿多几多诶。佢佣人来到，睇日只诶都讲，头家你那半矮诶一粒金窟，要穿多十粒金窟诶。佢头家都恩义，强你阿安好诶佣人，些事情你晓那来相信，今下爱半日诈骗十只相信。各位家天你家的佣人来多甲讲，头家廿一粒金窟要穿多五粒金窟诶，家头家都恩义，挨一半你扎钱五只上市。过后天三只的佣人来多甲讲，头家咩廿一粒金窟二半挨诶，挨帮起我收金方包单，准备挨按姜你。爱地你暗杀的人，你减你不是表的东西，你压榨你不是中的东西。唐多安阳加条家都恩义，嘿，你快用人，今下爱爱判你招你自家讲的白，你讲爱暗杀的人，爱减爱不是表的东西，你压讲爱榨爱不是中的东西。嘿，你的安样？做卖个金库，你唔变落银行度呐？所以嘿，讲爱多赚来，爱晓得多赚，变家里钱。各位，你对初个比起的那人讲，减多来你只人的金库，那半我个只佣人要穿多十粒金库诶。你调查都按，调价你只人要十粒金库诶，个调价都讲。爱讲你的，问人要真心打理，爱相信本意啊，爱买翻家本意。但系问人唔晓哪来相信啊，隆重嘅做诶，买定咸黑。但系今下对你头反对爱，唔爱爱做忙诶，带来利弊，同时超级创爱面前。